接下来就进入到绿色翡翠喽。绿色翡翠我们刚好提到嘛，它就是有分为满色系跟不满色系的。哦，那满色系的有什么？好，老根种、罗青种、铁龙参，然后甘青种、芙蓉种，还有豆青种。那不满色系的有哪些呢？飘花种、金丝种、白底青、花青种。这个是绿色系列的一个 分类。你不是问说老根种跟新根种怎么区分？这边大概讲，因为我们后面有一堂课会专门讲老根种跟新根种怎么去分辨。你要了解人家讲的老坑跟老坑种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现在都把这个跟老坑给混淆在一起讲。